荞麦荞麦，味道消费者肯定不对。但五元一两的切糕真的是宰客吗？纯手工自己做又会便宜多少呢？不要榨汁，熬制粘稠，倒入各种坚果、葡萄干，搅拌均匀，倒入模具，压紧。这么一块切糕，重量是692克，这些材料一共花费123.9元，平均下来8.95元一两。坚果本身有一定价格差距，我们就和知名品牌切糕比，品牌切糕大致是7.5元一两。照这样看，切糕本身就是这个价，你还觉得它的价格是虚高吗？包子肉肉，包子肉肉，不用怀疑，就是饿过的包子。等等，先别拒绝，看看人家张爱玲。真香、哦！酵母3.8克，清水125克，鸡蛋液、白砂糖18克，高筋面粉200克，低筋面粉50克，搅拌。黄油25克，发酵50分钟，牛肉、淀粉、生抽、白糖、黑胡椒粉、料酒、食盐，腌制20分钟，加洋葱碎，中小火焖3分钟，土豆丁、薯粉条、尖椒碎，翻炒均匀即可。馅料包进面团里，包子是橄榄形的，油温6成热，小火炸至金黄，看起来好像土豆啊，掰开有轻微的辣丝，外表酥脆，面皮松软，馅料浓郁，吃起来口感很是丰富。除了热量高，其他没毛病。你最喜欢哪一款包子呢？菠萝香肠，你没吃过？你们搞错！不仅没吃过，我见都没见过。据说这是香港常见美食。一根菠萝，一根香肠，一根菠萝，一根香肠，一根菠萝，一个香肠，一根菠萝，一个香肠。串串已经做好了，刷上烧烤酱，小火烤10分钟。比我想的还要好吃，菠萝的汁水在口腔爆开，混合着香肠，鲜甜鲜香滋味，很是奇妙。毕竟我没去香港吃过，也不知道成功没。你们吃过菠萝香肠串吗？味道究竟怎么样？我说你怎么人不见了？你躲在这里吃东西啊？小点声，见者有份。粉条、螺丝汤料薄，番茄薄，最后来上灵魂酸笋，真够味儿！再来5大碗凉水，多了多了，一碗水就够了。Relax， 这是家乐臭臭锅番茄螺丝粉火锅，双倍螺丝汤料包，足够3到5人使用，就要这么多水。哎，你也别闲着，去把食材处理一下。哎，怎么这么臭啊？穷霸天，不好好工作。是啊，老板。你忘了你今天生日吗？我特意给你煮的火锅。今天不是我生日啊。啊，你是今天吗？我怎么记得今天？不管怎么样，这都是我的一份心意呀、啊。哎呀，老板，你看，这都是为你准备的。老板，你尝尝。确实好吃，味道鲜香酸辣，酸笋也很爽口，米粉 Q 弹，还有番茄的酸甜味。熊霸天，你这一次倒是用心了。当然，这可是加了5星大厨配方，为老板工作，我的荣幸。我在这里吃龙虾吗？你们啊，放学了像熊霸天，这是为公司。假期的自我管理，这个方法不用一分钱，也不要运动，把这个视频保存下来，吃饭前看一眼就可以了。别吹牛了，3、2、1，预备。怎么样？给你的，我有点反胃。拍给你吃饭的朋友看，没准还能获得一只鸡。Nice。古代也能做出泡面？今天我就来还原古代泡面，不用担心穿越后吃不上泡面了。面粉300克，凉水140毫升，1克盐，揉成面团，醒2个小时。剧里没有写的粉料配方我也找来了，加自己喜欢的食材。如果穿越到古代，你最想带上哪个食物呢？